谁啊？俺不认识。大屁股点了一首犯贱。结婚的时候不理我了呀。行了，我还怎么理你啊？我过生日那天都等你老长时间了，完了你也不来，还说生日那天我开一年的金守护，大骗子。我当心了，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乱说，这样别人的心。问题呢？你的意思是等我做主，然后你再开除吗？他等我不干了，他再开除。咱先进守护，你四月的进守护给我有明白的，对吧？看那下不得画面的中心遥远，远高不到的那人是中间。办理2万的贷款，贷款够开始了。我只是想这个事情呢，就这个事情千万说，知道吧？这样很不好的。如果你不说给一个金守护，那个主播给。非要给他，不要要那个带带个户，我承受不了。别带，我承受不了，太恐怖了。他私聊我，我跟他回话啊，是我在跟我说，给我开个守护，然后我告诉守护去带。这个还有你带款是为啊，可以理解。那随便贷款，那好了，你只要开守护而贷款那就行。真的，你这受不了哈，为了支持一个主播，那我可不行。谢谢。
看不懂的理由，人们最深到了无也不男朋友唱别人的手 hold 不住的爱在流走，手放手你想赴约不住爱过爱情，谁是什么王子心欢欢重来的我多的爱火火的人有团火崇拜的出后不的爱傻傻的等待，喜欢这快了解太多的缘由，手机短信内容上网的好命呀，衣服好命是啥意思？人们追寻着自由，却是金庸级的高楼残留，伤别人的hold 不住的放手不留住的爱也逃不成，把王子说说不我住的爱活得让人难受，心里有谎说不明白的承诺，留不住我得再傻傻老鼠爱感天动地在流走，舍不得放手你想赴约不停留，后不累也逃你的忧愁，谁是我的老马王子，谁是充满诱惑心里有团火说不出来的失落，hold 不住的爱让人难受，心里有话说不明白的后不别再傻傻等待，心里有团火说不出的事后不火火的难受，心里团火不明白的承诺，hold 不住的爱别再傻傻的等，那个多爱你啊，你就不要想那些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了啊，你自己就好好把你的生活过好了就行了，你可不要老想着什么卖肾呀，又是贷款玩这个网络自己有多大的劲儿就使多大的力儿，千万不要因为玩这个网络最后自己弄得乱七八糟去你再跟留下我的眼泪被你绝尘，等不到你的雪月风花，我们的爱有时差，等不到不经意的牵挂，却没出息的放不下，你说我的某年某月某天做的爱都是全世界，你太自我没道歉，一起走过的黑夜定义我把你都发觉没玩不起看你，他现在你不乐意呢，现在的问题严重了，
你不让他开他还不乐意，他那意思就是说他是很玩得起的人。送你糊的发夹，你的戴上了短发，你说给我的某年某月某天，却把我留在某日某夜某间，做你的姐。你带走我，我吓了他，管理省了他一直私聊去。不是他管理一直私聊。